如为言不尽，各种所云云，回出所生所出生，何以怒入怀？他这里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认为，确实，昨天前面所讲的这个，不清净的，但是呢，他特别讨厌就是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就愿意贪求，清净的，这种物质，不愿意呢，就是贪求不清净的物质，就是他讨厌这个不清净的物体。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么你的这种身体呢？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应该就是观察。首先就是第一个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这个父母的这种这个精血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精卵结合，那么不净的这种种子当中呢，就是这个产生的，就是孕育出来的。那么孕育出来的话呢，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清净的，不管是哪一个环节呢，就是应该说是就是有信有错的，就是不会呢，就是有一份清净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从这个最初的硬方面来讲。讲呢，的确也没有什么这个值得，就是贪求的。然后呢，就是当时这个如胎之后，就是住在就是胎中的九个月啊，就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所谓的这个母胎的话呢。
比喻来就是说明呢，就是对这个人体的本体方面呢，就是剖析，就是也就是称序为这个不干净的，粪便所生气虽小尚不愉，云何如反愉？故身不进取。那么我们粪便当中这个所产生的这些蛆虫啊，虽然它很小很小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愿意就是接触它、看着它、碰着它，就是不愿意的。那么你为什么是反而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贪爱这个细菌啊，就是不清净的这种事物当中所产生的，本体也是极为不清净，就是分会不抗的，这不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躯体呢，怎么会去这个去爱它呢，去喜欢它呢？呵斥啊，就是呵斥，就是贪着这个这样的身体，如此不谨慎，非谨不勤气，凡因贪不谨，投彼触皮囊。那么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你明明知道是不干净的，但是这一点呢，就是非但就是不歧视它，反而呢就是贪着其他的不清净的这种触皮囊啊，就真的非常这个愚痴的。如果我们自己呢真的想了解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如何，然后呢就是再了解就是世间的一切万物的话呢，当然是只是这个智者的选择。可是现在世间的大多数的人的话呢，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到底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什么样的物质就是铸成的，就是这根本，而且呢就是整天的是追求所谓的这个美啊，就是追求所谓的干净啊、纯洁啊等等，就这样一直呢就是不这个嫌弃，就是不不这个厌烦就是自己的这种身体，反而呢就是以这个
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本来都是非常不干净的这种出皮了，但是这个都应该说是已经足够了，可是很多人呢就是不足够，就是还要呢就是贪着就是世间当中的就是极为不干净的这样的这种出皮呢，就是这是也是这个相当的不应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用自己的这种修行的境界啊，或者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些道理是不是特别的难，像那个深一滴的一些空性啊，这些道理呢用我们的智慧来观察也是有时候是确实有一点的这个困难。但是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言的话呢，就是不要说这个身与空性的意义，心性的光明啊，这些都不用说，念自己的这个每天伴随着的这个身体的话呢，这个状况啊这个啊都可能很多人都是不了解，所以有时候呢真的人就是非常的这个可笑啊，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自己身体呢也如是不干净，就是然后一点都是厌烦心和这种厌离心的没有，别人的这个身体呢也照样不干净，但是呢你还要这个去这个细究，还要去探究，这是极为的愚痴。以就是以作用决定不清，就疑人兵偏当迷凡祸素才，时宜复派出大地也染污。那么从这个作用方面来讲，是人体是不清净的。怎么不清净呢？就是像非常这个合宜的宜人的这种这个兵偏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红花冰糖啊等等，就是特别可口的特别鲜美的一些这个食品和药物，以及呢我们这个平时人们这个
个喜欢享用的一些洁白的这种米饭啊，清洁的这个素菜啊等等，就是以及这个水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啊，那么这些呢就是一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里面，就是一进到这个口以后，无论是什么样，你是这个高尚的人还是低劣的人，只要是经过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一些这个医学和生物学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经过消化系统，经过消化系统以后呢，就是它的这个精华部分呢就是被这个身体已经这个吸收了，然后呢就是就大多数呢就是通过这个豁达来就是进行这个糜烂了，就是身体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部分呢糜烂，然后呢就是变成一些这个粪便，变成一些粪便，然后这个出来的时候呢，无论是你口里面吐出来了还是身体里面排泄这个出来，那么这样的这种不净粪呢，不管是就是染上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家都是不愿意记住整个地方的都已经这个染污了啊，就是你是美女也好美男也好，凡是这个特别好的这个事物呢，就是一进到这个他的口里面，一进到他的口里面之后呢，过一会儿就是排出来了以后呢，就整个这个大地啊，就是有些人拉肚子就是到处都就是已经染上了不净粪，然后呢念自己的事就是不愿意待在哪里，就是最后要搬出去，就是因为自己染污自己的园子。狗身作乳则勤俭若负矣，银管寒食令夫身不仅仅。那么虽然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不清净的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状况呢就是了如指掌，已经呢就是亲眼目睹了，就是已经这个见到了这种状况，应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先量见到这些道理的话呢大家都是对身体不会有这个贪执的啊，就是不会有贪执的，因为前面呢就是从这个阴方面过方面作用方面
比喻方面，好几个方面呢，就是参数的时候，自己也是完全明白，就是身体确实是不干净的，就这一点就是没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向着看，就是这一点没有什么的所以呢为什么那个在有些地方呢，就是宣说这个女人身体不清净的时候呢，就是女人没有理由就反抗，就是。Om Mah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